希望你也可以找到出去的方法。哦，好，没了。噔噔噔，向前走，出去喽。哎呀，又回到这边了，一个也有语音呢，这好像9×9的方格有没有？3×3，这里已经是绝路了，可怜的孩子。这里时间并不主观，时间永远都没有当主观呐、啊。你所知道的时间和我们所知道的时间都是24小时，不是哦，都是不同的、哦。不过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应该是在这里最正确的。如果是你的话，你应该是在这里最正确的存在，拥有自我的思考。我有什么特别的吗？我看得出来，你和我们不一样。这是一个绝望的空间，走上绝路，也忘了一切。有的人只剩下，如果我放弃了，那就不会绝望的执念。有的人满足绝望的生活，将绝望视为日常，毫无追求，在原地踏步着。还有很多很多绝望之人，他们都无法在这黑暗的空间再维持自我，正视绝望。哦，我也一样。虽然我已被时间流逝带走太多的记忆，但我还记得一点的我所坚持的东西。我似乎有个很重要的人在这个空间消失了。我原本也是没有坚持的事物的人。原本应该消失的人是我才对，但他的消失却给我了理由。我希望自己可以像现在这样，为了你们这些还给思考的人们，像你这样还没有放弃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你和我们不一样呢？对啊，真的是充满不一样。你和我们有着许多的不同，例如你眼中我们是不是一个影子呢？不，那或许是我们的真实样貌，永远活在别人影子下。你是不是有着创作的习惯呢？例如写作、绘画、作曲等等。我喜欢写故事，那我做个假设好了。也许在这里的某个影子被你的故事所吸引，而你的创作也是真的存在某种力量，所以那个影子借由你的力量就把呃就把呃借由你的力量把你带来这里，而我可能也是因为能见到你才被这个空间留下来，那。你为什么？那为什？你知道为什么我？那诶，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是创作吗？不知道，因为这里是个只有心决定一切的地方。我们这些残缺的亡魂其实都失去了一些东西，然而希没有，希望有个故事可以完结，就算是虚假的。但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人能成功逃离这，更不用说帮助其他人。能来到这里的人，都遗忘最重要的事情，成为残缺的影子。而这样的我们，所想说的故事，无法打动心灵的故事，而也都无法成为可以打动心灵的故事。有的只是满满傲慢与偏见。如果说你的来到
你的到来是因为你的故事与这里某个影子产生了涟漪。可是，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方法可以打破这个死局。你愿意继续写出新的故事吗？为了我们，为了这个地方写一个故事。可是我写故事从不为何人，也不为自己，就只是纯粹想写，就为了我的思考而写吧。等到你拯救我们以后，也同样是拯救你自己。当你与这里的涟漪接触的时候，你也一定可以回去的，因为你并不属于这里。好可怕的。你跟我们这些已经死去的亡灵不同。我又写吧。哇，我变得有点像摇滚风格。而且我们现在是穿的那个吊，好像是什么吊带袜。我走不过去。你要我写什么啊？你要我写什么？写吧，写吧，写什么啊？我先写，写，写，写啊！喝啦，写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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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很其实。不知道我怎么讲，这边的亡灵他们是觉得他们需要一个故事来解脱，那他们的故事他们又认为自己写的充满傲慢与偏见，可是这样咄咄逼人要我们写个故事来拯救他，那他们是不是就想要把我们变成同样的？然而他们所咄咄逼人的却不知道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话更傲慢更偏执已经加重在我身上了。一眼熟悉的铅笔，是，我也只能捡起来了。你谁？怎么了？不是要 game over 吗 ？No， 真的要我叫什么？但这明明一点意义都没有。没错，故事是这样的。那是那个时候的我，在学校就有如孤岛，在孤岛，不知是什么时候，我来到一座孤岛。为什么是变成剧场式的？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学校里的生活占了相当多的分量，一天有24小时，如果每天大概早上7点开始上课。直到下午9点下课的时间，扣除掉8小时的睡眠，足足有14小时都在学校，仅有9小时在家里。爸爸是这么跟我说，和那些人相处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并不会帮助你，也不会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东西，他们只会在那里。笨拙的去模仿大人世界，拙劣地建构筑起那可笑的小圈子，在地上画起了暧昧不明的界限，然后用着肤浅的约定，将人们一点一点拉到自己的身边。爸爸说，其实一切的学习。并没有去学校的必要。既然去了学校，那就也只要学习就好，而不是搞小团体这样子的概念。